参见皇上。坐。倒酒。去见他了。宁书远，你到底是爱他，还是想要害他？回答我，爱他还是想要害他？
情是分带一人渐渐变路人，安逸无声夜色拂过了清晨，有缘去敲宫门，谁人默默体温爱过一抹红尘，花舞成蝶轻摆凋零我自认，地宫无非错对在梦里失魂，只惜怎怪年轮独留一身，情恨自多几盆，一目人尘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想清楚了却终究白发，掩盖情思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偶然心神只留一道空门，宫廷有身绝口不提悔恨，虚度青春看流年回响，谁尽风情当时的我们，一笑倾城一目人生，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情思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心神只留一道空门，宫廷有身绝口不提悔恨，虚度青春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当时的我们，一笑倾城。娘娘不用等皇上了，皇上去翊坤宫歇息了。皇上到底还是去他那儿了？贺兰小主说的没错，他年淑媛就是个狐妹子。本宫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。娘娘可是有何法子让年淑媛失宠？本宫虽坐在这后宫之主的位置，可身后却孤立无援。年淑媛有年羹尧做靠山，且皇上对其一直宠爱有加。再者，我一无所处。娘娘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你有所不知，自打与年淑媛贺兰一同进宫，本宫就相信一个字，忍。所以今日本宫才能坐上这皇后之位。要想坐稳这后宫之主的位置，还得靠忍。娘娘，您醒了。
我好冷。娘娘，你去帮我准备一桶热水，我要沐浴。是。等一下。娘娘，怎么了？去把这个还给二阿哥。啊，这是众臣早朝。对皇恩不敬，屡犯我大清边境，众爱卿可有良策？启奏皇上，微臣觉得乌尔衮乃属藩邦小吏，不足为患，只给他一些好处即可收服，以保我边境安宁。依吾爱卿所言，该当如何？微臣觉得和亲便是明智之举。众爱卿告诉朕，这皇宫之中可还有公主可以去和亲的？当年的荣县公主不就是去和亲了吗？可是现在如何？吴尔衮还不是一样对朕不敬，藩邦小吏，和亲为明智之举。依吾爱卿之意，我堂堂大清要向蛮夷低头，是为明智之举。微臣不敢，微臣不敢呐。你有何不敢？你身为朝廷重臣，强敌来犯，不想如何退敌，却只想和亲了事。像你等这样懦弱无能之人，朕要你何用？来人，摘去顶戴花翎，赶出皇宫，永不录用。皇上，微臣知错了，皇上开恩呐。皇上息怒，如今的乌尔衮羽翼尚未丰满，对外号称带400,000大军，但依臣所知，此次犯境，乌尔衮集结兵马不过200,000，粮草并不充裕，因此只是在边境滋事，并未有大举进攻之意呀。依爱卿之意，该当如何呀？回皇上，可以使用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之计。明面上，咱们以礼相待，以和为贵；暗地里，趁其不意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皇上，微臣以为不妥。亮公有何不妥？回皇上，微臣以为
乌尔衮目前尚未对我大清构成真正的威胁，所谓暗度陈仓未免太过草率。依臣看，派遣军队前去打探虚实，好言劝降更为妥帖。年大将军怕是很久没有上战场了，怂了吧？若是如此，我愿带兵前往蒙古，荡平乌尔衮。魔大人，你区区一个文官，还想调兵遣将，不怕贻笑大方吗？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将军就小瞧别人。魔大人，我并没有小看你，只是我那20万大军并不是你想调就能调的。年大将军，谁的林将军掌管大清20万兵马，做事说话还要低调行事才行。你此次奉旨前去劝降乌尔衮，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估计难免要兵戎相见。太妃娘娘切勿如此担忧，微臣此次前去也是希望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劝和乌尔衮。毕竟他们的势力和我们大清比起来还是相差甚远。若你能见到荣宪，希望能代本宫跟他说声对不起。这辈子我欠他太多了，当年他为了国家大义嫁给了乌尔衮，我这个做额娘的没能留住他，给他想要的生活，也没能照顾他，让他十几岁就嫁到了蒙古。如今你们却要兵戎相见，若说起荣宪公主，微臣更是于心不忍。当年你和荣宪也是有情有义啊，如果我能早点做主让你娶了她，也不至于远嫁蒙古受尽委屈。太妃娘娘，您快别这么说了，生在帝王之家，一己之私
本就不能与国家大义相比。荣仙公主当年也是为了国家大义挺身而出，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想必荣仙公主定不会怪你，你又何必如此自责呢？太妃娘娘，本宫希望你答应本宫一件事情，若乌尔衮不愿降与大清，我希望你能饶过他们一命。太妃娘娘何出此言？我求你了。想必乌尔衮并无与大清为敌之意，我会派出使者前去和谈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即使和谈成功，这皇上也不愿看到乌尔衮的权力一天天的壮大，这是每一个皇帝所忌讳的事情，也是最在意的事情。希望你能答应我这个请求，求你，求你。微臣，就算我这个将死之人最后的请求。太妃娘娘放心，年羹尧一定不负太妃娘娘之托。恭迎皇贵妃。额娘，快请起。额娘，孩儿，你的身体还好吗？家里一切都还好吗？孩儿，我可怜的孩儿，你一个人在皇宫里无依无靠的。额娘，我一切都还好，只是你阿玛他。听哥哥说，阿玛身体每况愈下。嗯，我特别担心他，赶紧进去看看。好。杜鹃姐姐。皇贵妃驾到，老臣。爹爹。快起来，爹爹，你快起来！您又何必如此见外呢？即便如此，你也是贵妃呀，是皇家的人，君臣有别，爹怎么可以失了这起码的礼数？爹，爹，您看。宫里的人都在外头呢，况且这该尽的礼数在娘家额娘都已经尽完了，
您又何必去操这份心呢？而且这次皇上特许我回来，就是为了让我能好好陪陪阿玛，说几句话。好，好啊！看来皇上对你不薄啊。阿玛，喝药。还是得喝药。阿妈，你哥哥走了多久了？一个多月了。可有捷报传来？没有。我怎么听说皇上对你哥哥是越来越不满了？爹，您知道哥哥的，他为人低调忠厚，一向谨言慎行。您别听那些人瞎说，皇上怎么会对他不满呢？那就好，你们兄妹二人，一个是征战沙场的大英雄，一个又是深受皇上宠爱的贵妃。在外人看来，我们年家是光耀门楣，天大的风光，好不得意。可谁又知道，我们做父母的日日夜夜如履薄冰啊。就怕你们有个什么闪失，是万劫不复啊。不会的，爹爹你放心，我跟哥哥都很好。爹，娘，你们就是我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亲人。你们好好活着，就是淑媛活下去的理由。淑媛一定会记好爹爹的话，凡事谨言慎行，低调行事，一定不会让爹爹操心的。啊！年羹尧去蒙古已经有一月有余，却只与乌尔衮交战一次。据说此次因年羹尧只顾防守，导致损伤过半呢，皇上。朕已经给年羹尧连下了三道圣旨，可是他按兵不动，迟迟没有出兵啊。启禀皇上，兵部尚书范时义求见。宣。这宣，兵部尚书范时义觐见。兵部尚书范时义叩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爱卿平身。谢皇上。范大人，这个时间面圣有何要事？回皇上，抚远将军年羹尧600里加急奏报，与乌尔衮上月19日正式交战。由于夏季酷暑，我部士兵兵力不足，不能夺得水源，以暂缓进攻。望圣上立即下旨调遣兵马，实施救援。好，朕知道了，这件事情明日早朝再议。下去吧。这你还有事吗？没有，微臣告退。
你说，这个时候，朕命四川总督岳钟琪去接管年羹尧部，如何呀？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呀！有何不可呀？回皇上，俗话说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如果此时脚踏兵马，势必会逼反年羹尧啊！他会反吗？年羹尧本就在军中威望极高，如果此时夺了他的兵权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今时分代，一人渐渐变路人，安逸无声，一色拂过了清晨。幽怨吹敲宫门，谁人默默体温？爱过一抹红尘，花舞成蝶，清白凋零，我自认。低宫无非作对，在梦里失魂。只惜怎怪年轮，独留一身。情恨自多几盆，一路人生独守难敌世人。扪心自问，你爱我有几分？如若一生，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，辜负了眼神。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去留一道红痕。宫廷有深，绝口不提悔恨。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清白凋零，我自认。低宫无非作对，在梦里失魂。只惜怎怪年轮，独留一身。情恨自多几盆，一目人尘，俯首难敌世人。扪心自问，你爱我有几分？如若一生，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，辜负了眼神。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去留一道空门。宫廷有深，绝口不提悔恨。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一目人生，俯首难敌世人。扪心自问，你爱我有几分？如若一生，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，辜负了眼神。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去留一道空门。宫廷有深，绝口不提悔恨。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